人现在更好拍，我这一台拍月亮很简单啊，五秒内就把它扒下来了。比较好看哦，月亮。对，不过白天的月亮我比较喜欢拍，是啊，有蓝天在。因为我这台是可以把那个月亮上面的坑洞拍得很清楚。一般的相机而已嘛，小内单啊，这是拍鸟也非常快，快门很快。怎么牌子的？佳能的。哦，佳能的。嗯，这台现在降到大概6700就有了。那效果这么好？嗯，只是会用的人不多了，因为大家看不起这种小相机啊。哦，那，啊，你用单眼的人也是要踩啊，也是要修啊，都一样啊。这种只是哦，光不够的时候，它锐利度比较差啦，这样而已啊。色温还是在越来越红。这种小 DC 录影效果最好。嗯，它 HD 高画质真的很赞。那存档速度也很快，可是那个其他的内单存档速度都很烂，都很慢，大概15秒就受不了了。哦，那边在烧了。今天应该会有霞光。现在你说正对面啊？哎，你看那边也在红啊。你看，就是用相机在抓光，到底是哪边比较红？眼睛看的看不大出来。等一下应该会有霞光了，啊，它会射出好几条出来，只是今天可能不明显，昨天比较好。西南风都会有这种霞光。管理起来啥？是空拍机吗？无人机啊！刚无人机。哎，无人机啊！直升机啊？哎，马机。不是啦，民航机啦。什么设计啊？这种不会小杠的呀。哦。哎呀。这边不盖多少钱？